市中一盘200，超小吃的。你要买一些虾子吗？我觉得可以，那边第四摊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个那边柱子第三，这边过去第三根柱子旁边，到我还好没有很想买。你想要吃吗？收粉吗？你自己，谁叫你要弄人家？这张200。200，要不要下张也200分一张？下张张200。要不要？还是要螃蟹都活的？要不要？哎呀，弄我哎，下张嘛我。哎呀，这个都活的，250就好了。全部拿出来，一个挑不好的帮你挑掉。我们都卖限量的，250一公斤，全部拿不好的帮你挑掉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。会不会太多了？没有啦，那个挑一挑没有多少。软的不要啦，弄也卖好的。安了，这个软的不要给了，反正给他的。没了，反正给了小的，要不要给那个？弄也卖好的。弄也卖好的。Oh, man.
满年上，满年呢，所以是好大事。看嘛。刚上岸，你再走，哎，就这样子，老板。
放下这个，下张，拿饼干，拿饼干。